生命如歌，这歌声穿过岁月，唤醒世界的生机。我们以人心探寻着生命的真谛，在浩浩历史中挥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十载，漫漫玄虎路。医院的发展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，一路烛光而行，铭记医者使命，点燃希望的火炬，去照亮生命。今年啊，我参加工作已经是38年了。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，我们整个泌尿外科应该说能够开展所有的腔镜手术，这个在我刚当医生的时候是不可以想象的。昆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，我们消化内科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，掌握了国内外最先进的各种医疗技术。从建院初期的5个临床科室、120张病床、120余名创业者，到今天80个临床病区和1级科室，3395名职工，从仅有的10毫安和100毫安的 X 光机，一辆福特牌旧军用救护车，到今天拥有的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，从简陋的病房，到今天大楼矗立的3级甲等公立综合医院，医院两区双轮驱动，人民共享优质医疗服务。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、国家级省域重大疫情救治基地、全科医师临床培训基地和云南省普外基地，拥有云南省内第一台、第四代 XI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和第一台荧光腹腔镜，
通过高端先进医疗设备的技术优势，进一步发挥优势学科的带动作用，疑难重症疾病诊治能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。70年筚路蓝缕，70年漫漫征途，几代人孜孜以求，成就了今天的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。医院始终践行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使命，现已成为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、国家级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等，承担着昆明医科大学本科生、研究生以及留学生的临床教学、实习和管理工作。全省临床教学基地顺利通过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及护理专业认证，为云南省的社会经济建设、高等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高层次医学人才。医院勇攀科学高峰，精进不止，建院以来，医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44项，一支拥有以博士、硕士为主的实验技术指导队伍，为全院医护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。多项自主研究课题受邀参加国际医疗科技创新展，医院两项科技成果成功向市场产品转化，实现零的突破。白衣执甲，生命至上，人心指引方向，责任与奉献铺展成医者的模样。孔子说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医生们则说，未知死，焉知生。有了对死的了然，才有了面对病痛和死亡时的努力、坚持、永不放弃。当时医院接到以后抗疫的任务后，以前曾经参加过抗击非典的一些工作，更应该积极踊跃地去参加抗疫工作。疫情当前，大爱无疆。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，昆医大附二院立足院内院外两个战场，统筹推进日常诊疗和疫情防控，为疫情防控贡献巨大力量。先后组织3支百人团，其中2支百人团分别参与支援湖北和上海疫情防控，另1支护理百人团参与昆明市核酸采样任务。在健康中国行动的引领下，昆医大附二院完成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、对口帮扶县级医院项目，提高卫生健康服务能力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，推动健康云南建设大踏步发展。一袭白衣，圣洁无比，一份人心，悉心呵护。在一个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，总能看到附二院人敢于担当的身影。2008年接受512汶川特大地震百名以上伤员，为挽救伤者生命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国体传言宣誓，传承医德，悬壶济世，承载生命希望，铸就云岭丰碑。多年来，医院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合作，多次组建医疗队远赴非洲援助乌干达，多次执行对缅白内障复明项目，成立金桥国际泌尿外科联盟，举办8届金桥国际泌尿外科会议、2届金桥中缅泌尿外科会议、3届中国南亚东南亚神经外科昆明论坛、3届面向东盟国家援外医疗培训等，为南亚、东南亚国家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，进一步提升了医院的国际影响力。70年光辉岁月，站在历史新起点，一张蓝图干到底，
为建设健康云南、健康中国，积极贡献附二院的力量，擦亮云南省泌尿专科医院和云南省肝胆胰外科医院两块金字招牌，打造六张名片。70年执着追求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创业的艰辛，也体会了收获的喜悦。70年风雨兼程，其实在春华秋实，围绕国内知名辐射南亚、东南亚区域高水平医院和医学人才培养中心等建设目标，未来的分儿呀，那将是那个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的分儿呀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以患者需求为导向，努力提供人民群众满意的医疗健康服务。更精湛的技术，更优质的服务，更专业的护理，更精准的治疗，更安全的药品，更舒适的环境，更可口的饭菜。迈向新征程，医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，一心向党，人心为民，出力奋发，勇毅前行。昆明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，70岁正青春。